怎么了？九转回灵丹呢？哎，你放心吧，我都把药藏好了。中午，干嘛呢？走了。哦，来了。可真有你，亏我没白跟你讲话，本子。哎，那是了。哎，不过我跟你说，你这次可招了些不好惹的灵士来啊，你可要想好怎么善后啊。想不了那么远了，先恢复修为再说。我先走了啊。哦。崔老大，你为什么不再问问？哎，俊老大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你这个人怎么动不动就捂胸口？看起来身体不太好。这是男版林黛玉啊。凤舞，你这针灸到底行不行啊？别把君老大给扎坏了。你放心，小姐这医术是出了名的，已经帮不少人打通了经脉，而且还有辅助修行的功效。这么神奇啊？嗯。哎，凤舞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捣药用的石杵，我在这边找到的，还挺好用的。嗯。你们君老大体内有一股奇怪的暗流涌动，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？难道是绝情蛊？绝情蛊？就你小时候骗他吃下的那个，多少年了，一直藏在他体内呢。这可不是我干的事儿啊！啊，记得记得。听说这绝情蛊只要一发作，君老大便会心绞难忍，口是心非，说反话。原来是这样啊，难怪老觉得这个人怪怪。若是说反话，那么那个时候的意思是……开什么玩笑，要杀要剐随便你，他不是你们的同伴。同什么伴，只不过是路人，与我无关。凤舞啊，你这针灸这么神奇，帮我也扎扎呗。针灸哪是能乱扎的，得对症下药。你就帮我看看嘛。你呀，就是话太多，体内气乏，自己控制控制就好。啊，这就完了？嗯。那君老大呢？他呀，肾虚，多喝点水就好。金老大，他说你肾不好。